好了，就送到这儿吧。拒绝状已经签了，要履行了，不许作弊。你母亲可是会给我写信的。 放心吧，元英，从此以后就随意的做你自己。你要知道，是有我罩着的，没人敢欺负你。你要永远健健康康，开开心心。也是。 多保重。 你要好好照顾他。要知道，他可是有我罩着的。你要是敢欺负他，我一定会杀回去，找你报仇。郡主放心，我会的。 学生李卫。